大学黑豹啦啦队为我们带来活力四射的演出。各位亲爱的长官，小茹非常高兴在今天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一天跟大家一起来见面啦。那么高雄国际马拉松呢，在今年已经堂堂迈入了第七届，感谢各界大力的支持，而且十分的关爱，所以呢，让我们每一届都可以办得一届比一届国际化，一届比一届更加的盛大。那么其实呢，我觉得现场所有的来宾朋友们一定都知道，高雄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因为我们的热情度是最高的，所以呢，最友善的城市马拉松也非我们这个高雄国际马拉松莫属了。那也是因为这个镇港的人情味啦，所以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很多在地的跑团，还有很多的高雄市民一起全民来参与，因为我们要办喜事啦。那接下来呢，其实为了让大家可以提前感受到当天盛况空前，我们特别准备了一支影片，邀请您一同来欣赏。现在呢，就要透过任何一场赛事，它不只要把你的体育活动把它提倡出来，最重要还是要跟地方的观光、跟地方的产业能够结合。这方面，高雄马拉松这几年来，它做得非常的成功。它有很多的特色是其他的马拉松比不上的，它把高雄市的所有的景点特色都展现在我们跑者面前，让跑者感受到马拉松的乐趣，还有乡亲的温情。我们高雄就是两个字，热情。高雄一直棒。他有很多国外的朋友来，所以说这一方面的话，对我们国际形象的提升啊，或者是说赛道的规划，和一些像鹅寮啦，或者是说其他地方的那种风景都相当的漂亮，让高雄国际马拉松呢走向国际化，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欢迎来高雄玩，我爱高雄，高雄最棒，高雄站。2016第七届高雄国际马拉松2月21日，热情的高雄乡亲，加油！掌声鼓励鼓励！国际水准的国际马拉松赛，在背后你有很多默默支持、大力的推手。我们今天呢，在现场也莅临许多位，现在就为大家来一一介绍。那在介绍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借用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这些与会的长官跟贵宾。首先，第一位是高雄市政府杨明洲秘书长，秘书长好。下一位呢是高雄市体育局范训律局长，局长好。请接着为您介绍的是高雄市体育处黄玉处长，处长好。下一位为您介绍的是沈英章议员，议员好。请接着为大家介绍的是高雄市体育会朱文庆理事长，理事长好，午安午安。下一位呢，为您介绍的是高雄市体育会自由车委员会的邱朝雄主委，主委好。下一位为您介绍是高雄市体育会柔道委员会的苏顺山主委，主委好。欢迎欢迎欢迎！以上这么多的长官跟贵宾哦，今天呢特别来到我们的现场。你可知道这个高雄国际马呢，这受到非常大的肯定跟重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邀请这个高雄市政府杨明洲秘书长为我们致辞，说几句话，有请。谢谢哈，我们教育局的范局长，还有体育处的黄处长，但以回哈，对我们体育最支持也最热情的沈英章沈议员，还有我们的前议员，我们现任的这个体育会的朱理事长，还有我们的自由车委员会的邱主委，那柔道委员会的苏主委，那么今天，还有我们全运会的金牌选手啦，我们这边处长写是金牌特务啦，那另外还有我们相关的跑团。
完了哈。我们今天有中钢的慢跑社的黄总干事，还有阿公店长跑协会，我们刚刚在镜头上面有看到我们的张理事长，真的都非常的谢谢哈。还有我们今天到场的各位媒体女士啊、媒体先生，还有那里各位贵宾哈，大家午安，大家好。好，谢谢。我们刚刚看到我们体教育局所准备的这一个影片哈，我们标榜的是高雄市的这一个国际马拉松是最友善的马拉松，我们在台湾各地方各城市，几乎都常常可以看到都在举办马拉松哈。那高雄市的这一个马拉松，国际马拉松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那我们一直是强调让高雄市的这个国际马拉松是最友善，那么也是人文上面也是最热情，那也是在城市的这一个景观啊、城市的这一个景点上面也是最这一个多样性的。譬如我们今天哈、我们今年的2月21日的这一个国际马拉松，从我们的市运主场馆，一路南下，那么经过我们的高雄巨蛋，到我们的爱河之心，那么到捷运的这一个美丽岛站，经过中央公园，再到我们今年爱河的这一个灯会区，那么再继续往北，可以到我们的这一个中度湿地公园，那再到莲池潭。那么再到我们的原中港湿地公园，到五花寮渔港，再到我们的高雄大学，这个沿途经过的大概除了说那里城市的这个建设以外，也可以看到我们在全台湾地区在都会区里面独一无二的湿地公园，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条路线了哈。那我们体育处强调说，我们这个是全台湾最友善的这个国际马拉松哦，那所以我们在每隔2.5公里就会设了一个补给站，那么也非常的感谢哈、我们高雄在地的26个跑团，那么还有700多个这个志工，包括我们的金牌选手，那么在沿途都会替我们的这一个马拉松选手做这一个服务了哈。那我看这个资料，我们今年全马跟半马这个14000个名额在3个小时开放3个小时就报名就额满，那当然我们还有这个健康组还有16000个名额，那么目前都陆陆续续在报名中，然后可以到2月20日截止。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的这个爱好运动的这一个朋友，如果今天全马或者是半马已经来不及报名，也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一个健康组，大家都为了这一个健康而跑。那除了在这边感谢我们这一个跑团，还有我们的志工，还有我们的市民朋友对于第七个年头的这一个高雄国际马拉松的这个支持以外，那么也要呼吁我们的这一个全国的市民啊，再一次的邀请到高雄来参加我们的这一个健康组的这一个马拉松。那最后呢，也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这一个明路呢，这个连续已经赞助了7个年头了，今年是第7年。我们再一次的这一个代表市政府、代表市长感谢我们的相关的社团相关的这一个跑友社团，还有我们的市民朋友的支持。还有民主楼的这一个赞助谢谢大家多谢祝我们今年的这一个马拉松能够很顺利、很平安的这一个圆满的这个举行，谢谢。谢谢秘书长为我们带来的祝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下一位长官也为我们致辞，这是高雄市教育局范训律局长来到舞台上为我们说几句话，有请行长。市政府，我们这个杨秘书长，还有我们教育局范局长还有我们那个最关心我们体育的我们的沈英章、沈议员，还有我们助理市长，还有今天我特别感谢我们两个的一个单项委员会，我们自由车，我们邱主委，他带了我们的2位全运会的金牌选手哈，一个是曾毅豪，我们这个因为是 Uber， 我们暂停跟他认识一下好不好？
另外一个也是非常关心我们运动，我们柔道的苏竹伟哈，他的选手本来两位选手是要来的啦，但是因为呢，刚好在文化大学的比赛，所以他代替他选手出席。但2月21号他会来参与我们这个马拉松跑友的服务哈。那另外今天还要来一个是我们手球的金牌选手哈，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贾玲慧，他认识一下。那另外呢，我们刚才我就钦佩我们秘书长哦，他在短短的时间内，把我们整个高雄国际马拉松办理的过程，然后包括11大景点，我们这个最友善、热情的内容哦，说的淋漓尽致，还有像有点词穷一样的。那另外一个，我们今天还有26个几个团体里面的一个社团的代表哈，我们是先请阿公殿长跑协会的张理事长。还有我们中钢慢跑社的我们黄总干事，那我会特别介绍我们今天来的金牌的选手，还有我们这个在地的路跑团体，因为我跟各位长官还有跟各位来宾媒体朋友说明一下，全台湾目前呢连续2年统计，一年大概有超过至少500场的路跑以及马拉松，光是在地高雄就有70几场。所以我们体育处在去年的全运会10月底结束以后呢，就马上的投入了这个马拉松的筹办。我们就思考说，我们的马拉松到底跟别的马拉松的不一样。刚才从影片中还有我们秘书长的致辞谈到，我们是最友善最热情，那这不能光是用嘴巴说嘛，就是要求我们在地社团的热情。而且跟各位报告，我们这20几个社团有很多是第一届都开始的，所以我们是不是请在座所有的贵宾朋友为我们这些在地的路跑社团掌声，谢谢他们。因为第一个，他们不仅推广路跑活动，他们还帮很多的企业，我说代工啊，帮忙办路跑活动，但对我们自己的高雄马拉松，他都是以志工服务的角色来协助，而且他们提供的这些内容呢，待会我们请这个两位哈总干事跟理事长说明一下，他们服务的内容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今年又特别不一样，是因为我想在座的媒体朋友知道，去年呢在市政府领导下，教育局的协助下，我们办完了这个全国运动会，也顺利拿了3连霸。其实最辛苦的就是我们这些金牌选手，所以这一次呢，我特别请了我们几个主委哈，拜托几位，我说平常这些运动员呢都是在运动场上哈去比赛，那我说是不是呢，在这个马拉松的过程，他们角色转换一下，来协助我们整个的一个马拉松赛事的推广，也让其他跑友觉得说，哇，你够勇哦，锦上活干单，不管是路跑团体这些精英选手对在地活动呢也特别支持。所以这一次呢，在我们处内的同仁，特别是我们蒋秘书、欸、蒋秘书跑哪里去了，看一下他电话听说打到都打很多通了，就请他帮忙，我特别谢谢他。所以找了我们9位的金牌选手，在2月21号的时候呢，会在比赛现场来替全国的跑友来做服务。所以呢，这一次也是让在今年第7届的马拉松有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在今天的一个记者会呢，我们也代表这个教育局的体育处，感谢我们主委，对我们的协助，也感谢我们路跑团体啊，很多都是对我们连续7年的一个支持啊。那这边呢，在这边也最后呢，趁这个10周年，跟各位媒体朋友呢拜个早年，祝各位呢在新的一年呢能够事事如意，谢谢。谢谢黄毅处长为我们带来的祝福。那么刚刚其实处长都已经跟我们帮我们介绍了，因为啊，其实今天除了有很多的长官跟贵宾之外，还有重量级的神秘嘉宾，但是我想他们的见报率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哦。好，现在我们就要邀请这些重量级的选手，也是我们的金牌特务，要准备来到舞台上面哦。好，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呢，是2014年全国运动会的金牌选手，他是手球女子团体赛金牌得主，还是团队的队长，现在还是高雄高商的教练，贾玲慧教练，有请，掌声，掌声，掌声。好，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这两位也是非常的厉害啦。自由车男子组团队追逐赛金牌得主巫伯宏曾毅豪，欢迎欢迎，他是为国争光的这职业级的国手啊。那么
今天在我们的记者会现场呢，出现了三位，可是在赛事当天总共会有九位为所有现场的跑友们来服务，也希望借由他们金牌的光环可以给所有的选手呢一点这个加持，然后呢更多的这个努力还有鼓励。那除了我右边这三位之外呢，其实一场好的国际马拉松赛事还是需要在地人、当地人、民间团体呢一起来齐心努力共办，这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今年我们预计会有16个补给工作站，会有我们这些在地的跑团呢、还有民间的团体一起来精心设施跟筹备，所以呢他们也会这个给予不同与跟以往不大一样的这些物资，然后让大家可以品尝在地的点心，还有一些特色的美食。今天在现场，我们也邀请到两个团体的代表来到我们的这个记者会。首先为您介绍这一位是中钢慢跑社的黄英坤总干事，总干事好，这里请。下一位呢是高雄市阿公店长跑协会的张哲煌理事长，理事长好，欢迎欢迎，这里请。好，其实今天原本预计呢还有高雄市港友慢跑协会的这个代表会来，可是因为有事不客前来，但是他的心永远与我们同在哦。这两个团体呢不仅是大力的协助我们的工作站、补给工作站，听说他们的报名人数总共高达400人，非常热情响应，给他们热烈的掌声，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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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啦。好，那在这边呢我们就来访问一下我们这些金牌的选手。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贾教练，是真金牌，姓贾OK， 姓贾的教练，教练先跟大家来问好一下。大家好，我叫贾教练，谢谢贾博士的贾，贾博士的贾 OK。 好，那想请问一下2014年这个全运会啊拿到金牌的殊荣，那你本身也是高雄的在地人，你觉得高雄有什么样子的特色？赶快可以提金牌啦我个人是比较推荐旗津。旗津怎么说呢？因为可以坐渡轮过去，然后吃好吃的小吃，然后还有它很新鲜的海产，顺便再去做一下沙滩训练。沙滩训练，如果是情侣的话，还可以沙滩漫步一下，是吗？所以旗津有推荐什么样在地的美食？烤小卷。烤小卷是一定要品尝的，是不是？吃完之后就会有奇迹发生OK， 好，那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嘟嘟吴伯宏啊，这个说到高雄米芝诺国际马拉松，第一个会让你联想到的这个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应该是人山人海吧。人山人海 OK， 您之前也有看过这样子的盛况对不对？有去看过。对，那我想请教一下，赛事当天你跟这个义豪会在哪里为选手服务？会在全马组的终点，就是帮那个完赛奖牌。哦，就是帮他们挂上这个完赛奖牌。那你之前，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征战无数，不管是国内外很多的比赛，当你冲到终点的那一刻呢，你的心理到底是什么？终于结束了吧OK， 终于结束了，所以我想你应该会有这种同理心、将心比心。等到选手，假如说我是选手冲向终点，你帮我挂牌，你会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辛苦你了，辛苦我了。OK OK， 我想这是最温暖、最安慰的话，对不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本身两位脚力都很好，那是因为今天穿长裤。如果你们穿那种紧身裤的话，我告诉你，那个肌肉线条真的是吓死人了。我想请教你们有没有曾经考虑过说来跑跑高雄马？会想要去尝试，未来想要尝试，但应该会从那个最短的部分先开始吧。你说健康走3.5K 吗？对啊，对啊，对。是因为还有名额的关系，所以没有啦，就先试试看。虽然以前有在体能期的时候也会去跑步嘛，是，但也没有一次挑战到那么长，所以我还是觉得，还是一开始还是先从最初级的开始，这样才不会受伤。是是是，先试水温嘛。好，那希望明年你跟义豪可以来报名，好不好？对。OK， 那义豪，你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曾义豪。好，义豪你好，欢迎欢迎。我想请问一下，义豪本身也是我们在地的英雄啦。那想请教一下，你觉得在高雄，我们高雄市举办这样子的国际马拉松，对你来说，你本身就是选手，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感想？你们平常
然要比赛，一定都是四处征战嘛，到各个不同的城市，可能是国家。所以，如果身为你自己本身就是精英选手的话，你觉得能够在地有举办这样子的国际盛事，对于选手来说是什么样子的心得？尽在不言中，是不是？我们要选手都很内向，没关系。等一下，那个记者、媒体朋友们，我们就要留个伏笔，待会让你们好好访问了，好不好？谢谢奕豪，谢谢谢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来这个问一下，我左手边这两位都是资深的这个，应该算是选手吧？好，我先请问一下总干事，身为在地的高雄人，您觉得高雄除了令您自豪是人才很多之外，还有什么地方？首先我向各位长官还有新闻媒体朋友还有各位来宾大家问个早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是中央慢跑社的，因为我是一个马拉松的跑者，也是在地的高雄人，所以高雄有马拉松我是特别的喜欢，而且特别的不但会参加去跑步，而且会把所有的工作投入的志工呢都会投进去。我们每年报名的人数大概包括志工包括入伙裁判总共加起来可能超过300位。天哪，300位。因为像今年的话，我们全马半马就一共报了190几位，是健康组的还没有报完，还不列入在内啊。水站就40几位，入伙裁判20几位，所以说总共加起来可能超过300位。因为我要像我参加过好多场次的马拉松，走个到世界也有跑过世界的马拉松，国外的马拉松，所以说我要推向国际的朋友推荐高雄的马拉松的景点，它相当的好。高雄的建设85大楼，澄清湖的风景啊，莲池潭的风景，还有鹅阿寮、爱儿之心，这些风景都是国外看不到的，其他地方看不到。另外还有一项大家所看不到，就是高雄人的热情，高雄人的在地文化。所以说我呼吁大家来跑高雄马拉松，甚至国际朋友我会向他推荐高雄马拉松，绝对赞，不会让你失望，欢迎来参加。谢谢，谢谢总干事的大力推荐啊！你看细数随便景点都可以这个朗朗上口，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啊，在这个城市办马拉松，也许是在国外，他们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去申请路权去举办，所以有一些在地的特色，他们不一定能够看到，或是有时间可以去饱览。但是我们这次呢，结合了美食，结合了观光，还有行销大高雄，这是非常重要。结合运动，这也是希望呢，可以提升我们在国际上面的能见度啦。那接下来，来呢，我们想请问一下这个 ，OK， 理事长您好，先跟大家来问好一下好吗？董事长、黄局长、洪处长，还有各位长官，大家好，我是阿公店长跑协会的理事长，我姓张，张振煌。好，理事长您好，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赛事当天你们会带给什么样不同的补给品给大家一些美食的惊喜，愿意透露吗？这样子哈。我本身是一个路跑的爱好者，是。那我已经跑了将近100场马拉松了。哦。我们知道，我们本身有在跑，所以我们就了解说选手他需要的什么东西。在我个人来讲，我的经验里面，选手第一个他需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哈，他需要是热情，就我们的那个观众的一个鼓励哈。那第二当然就是我们的补给嘛。那我经常在跟那个很多跑友讲说，跑马拉松的人哈，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他说为什么？我说有3点啊。第一个，你可以出来跑马拉松的人，表示你的身体是健康的。第二点，我说你是为什么你是幸福的？是因为一场马拉松的那个从规划到完成，那需要的过程里面，路权的申请，各方面交管，那个是要动用到多少志工在帮你服务哈。一场马拉松你看下来，像高雄马，你看将近1000个人在帮你服务，1000个志工帮你服务，你不觉得你幸福吗？是。第三点就是说，我就跟他们讲说，你可以凭着你只要你经济情况允许，你凭着你2只脚，你可以跑遍全世界哈。你是可以到每一个地方去看你的人文景观、风俗民情这样。尤其是我们高雄马拉松，我们把我们所有高雄市里面的很多重要的元素都融合进来了。对。如果说你跑过高雄马拉松，我就跟他们讲，
你跑过高雄马之后，你绝对就是怀念的。你会经过，你会感受到高雄人的热情，还有和善。像我们的，就刚刚那个杨秘书长讲得很清楚的，我们所有高雄市的景点都已经规划进来了。是。你看，我们经过南高雄的时候，就感受到那个观众的热情。哎，北高雄的时候，你看到鹅寮那个哈，那个祖妈妈那边。那个真是个那个友善，那个观众里面出来给你加油的哈，所以你跑起来就不累了。真的，所以驱使你有很大的动力，一步一步往前，然后就会看到柏宏啊、义豪在那边帮你们挂牌，对不对？OK， 好，那想请问一下理事长，你们这个慢跑社呢，动员了多少人来参与？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大概动员了三十几个人，但是幕后的我们的规划的。不止三十个人，是。那一般来讲，像我们马拉松里面哈，有分两种，一种就是正式的马拉松，像我经常在讲，我们准备也是很丰富的，每一次你经过补给站，你看到只有甘蔗汁、黑麦汁，人家几年来很多选手啊，这就是阿公店长跑协会的补给站，因为是固定的，我知道他们选手需要什么东西。那因为补给这种东西很复杂，如果说正式比赛来讲，世界正式比赛它是有规定你补给的样的东西是有规定的。但是我们这个比赛不一样，我们这个比赛是比较温馨的哈。所以像我们高雄市哇，我们阿公店长跑协会办的马拉松里面，我们经过那个永安那边哈，我们卖石斑鱼，还有虾子，还有弥陀，我故乡弥陀就是石斑鱼丸嘛哈。是。就把石斑鱼丸也都带出来了，就很多跑者里面他其实哎，怎么来这边还有石斑鱼吃，还有石斑鱼吃哈，他感受就很温馨。这些好的东西，你对每届的选手，他是不在乎的，对，因为他要的是成绩。那中后半段的选手，他要的是感受，要的是健康，要感受，是是是，前面要拼名次，后面呢要找回忆的是吧 ？OK， 一定让大家呢回味无穷，非常非常的重要。谢谢理事长，也感谢我们台上这么多的这个金牌选手啊，然后呢还有这两位资深的这个选手。给我们很大的鼓励，相信当天一定是精彩可期。但是呢，也感谢你们用行动力直接来挺我们的大高雄。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知道，虽然每一位都是在地的高雄人，但是你们对高雄真的了解吗？我们就要做一个 PK 的互动了哦。我们这一队呢，叫做什么队？金牌特务。好，金牌特务，请问我们的这一队叫做什么队？港都跑跑人。港都跑跑人，但是。3-2，我们这样子好像有点不大公平哦。所以呢，我们现在要邀请这个高雄市体育处的竞技组洪金穗组长来代替我们参赛，来到我们的这个港都跑跑人。那他也是代替高雄市港友慢跑协会来参与比赛。你们看到他们的手上面有一个这个圈叉牌，到底什么意思呢？等一下，我们这边总共有9道题目，都跟那个大高雄，跟我们高雄市是相关的一些相关的题目。那等一下我们问问题，请作答。那我说请作答的时候呢，请举圈或是叉，可是不是面向你自己，正确答案是向外面哦。OK， 好不好？那一道题目呢，总共有3分，就你们因为这有3位嘛，所以就是3分。如果你们全部达到满分的话，是27分。可是只要有人答错的话，就会扣分。这样子应该游戏规则很清楚了哦。有没有信心？有。要不要呛虾一下？港都跑跑人，加油！哎，前辈要呛虾了，我想这个。后生晚辈要不要来喊一下话？那就由柏宏好了啦，来。加油。好，很谦虚，很谦虚，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因为我们作为晚辈就是要有这种态度。好，既然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准备考考大家第一题。美丽岛捷运站站内有非常漂亮的公共艺术，它的名字叫光之穹顶，答是请问圈还是叉？请作答。直接公布答案，答对了，各进账3分哦。好，来下一道题目哦。OK， 号称全台最友善的城市马拉松是2016高雄民族的国际马拉松，对不对？好 ，OK， 恭喜答对了。接下来下一道题目，2016高雄民族的国际马拉松的起点终点在高雄巨蛋，对不对？到底对不对？总干事，不对，
觉得也是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答案是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起终点总干事知道在哪吗？适应主场馆。哎，答对了，没错，就是我们的适应主场馆，就是国家体育场，对不对？对。OK， 很好。接下来呢 ？OK， 下一道题目，2016高雄民生的国际马拉松赛分为全马组、超半马组、健康组，对不对？嘿，制造玄机啊！好，答对了，恭喜你们。好，请问一下，全马组总共是几 K， 知道吗？好，我们来问这个跑团的，我们来问理事长。24K 吧。全马啦，全。是真的。1.95。4219，答案太标准了。那超半马组呢？我就直接来公布25K。然后呢，健康组是博宏明年想要挑战的，请问知道几 K 吗？3.5。答对了，谢谢。好，接下来呢，下一道题目，高雄除了目前呢，除了这个台铁、高铁、捷运之外，最新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是轻轨，对不对？好，都有搭过吗？有。都有搭过，感觉怎么样？很舒服，很方便哦。好，答对了，恭喜。OK， 4通8达，所以呢，住高雄真的很幸福呢，还有无比的热情。下一道题目，高雄美姿诺国际马拉松冠名赞助商是美姿诺，对不对？嘿、恭喜答对了！我们呢，这个感谢米芝诺七年来一直连续赞助冠名赞助，而且他们就是为了振兴体育，所以呢就是这样子赞助我们的活动，让大家都知道有很好的优良运动用品。下一道题目，在路跑赛事中，补给站提供盐巴是为了让选手撒在身上降温，对不对？好，错的原因是什么？盐巴是要提高你的身体的那个，就是氨基酸，那不会让选手是有失水啦，或者是怎样造成这个抽筋的现象。好，很好，理事长是不是要补充？我想我们马拉松主要我们是一个激烈运动哈，我们大量流汗里面我们会把我们身体的盐分里面是一个钠离子，我们身体里面是钠离子跟钾离子是要平衡的。所以你大量流失了以后，所以一般来讲马拉松里面一定会有香蕉，因为香蕉它含有钾离子很丰富，过来就是盐巴，就是要补充你钠离子。等你的身体被钾离子钠离子平衡以后，你才不会出状况，不会抽筋，很多那个状况才不会出来。好，谢谢理事长专业的补充哦。因为啊，我们这个要让选手使用，防止他们因为缺水过多而造成这个抽筋，或是预防这个低血钠症，这个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哦。好，来看一下答案，没错，就是错。接下来呢，来下一道题目，2016高雄民生的国际马拉松所举办的时间是2016年2月21号星期天早上，对不对？对，答对了，恭喜！现在是势均力敌，剩下最后一道题目了，看看会不会有这个胜负的差别。请问，2016年高雄民生的国际马拉松今年举办是第一届，对不对？好，请问一下，到底第几届？七。好，确定吗？确定。好，掌声鼓励。请问一下，金牌特务总积分是几分？27分，港都跑跑人呢，也是27，给他们热烈的掌声。看来他们真的都是在地人，真的都在地人。好啦，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这个金牌特务，还有我们的港都跑跑人特别参与哦。所以呢，我们在此其实也感谢他们在赛事当天会为所有的跑友来服务。我们有准备一个感谢礼，我们现在就有请高雄市政府杨明忠秘书长为我们颁发我们的感谢礼，这是花生小虾堡，也是我们在地的名产哦。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洪组长刚刚参与我们的比赛，谢谢，请陪坐。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花生小虾堡啊，它的造型非常特别，就像古代钓鱼的那个鱼篓，所以呢，可以看到我们高雄在地的那种文化还有特色，还有把我们的名产结合在一起，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哎！啊，掌声鼓励，谢谢，好，要告诉大家，我们高雄有很多在地的美食跟名产。
等一下呢，我们就请他们跟我们来一一推荐。请问一下，假教练真金牌，告诉我你要推荐高雄在地的美食是什么？旗山香蕉。旗山香蕉，请翻牌耶！ Yeah! 这个是我们的相传千里的旗山的这个之宝啦，不管是口感跟香气，还有 CP 值非常的高，还可以治疗忧郁症，睡不着的话吃香蕉真的很棒哦，提高运动的情况，吃香蕉，香蕉永远不只是猴子的这个猴子最珍贵的宝物，还是运动员最好的朋友啦。 OK， 好，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一下这个秘书长，你要为我们推荐的这个美食叫做什么？紫冠花生小虾堡。好，请翻牌。紫冠花生小虾堡，这是我们刚刚有送给这些我们金牌特务啊，还有这个在地跑团的代表哦。如果你觉得吃的很刷水下酒菜，我想应该是很适合，然后也可以这个送给国外的亲友，我想他们一定也会非常非常的喜欢的啊。再来呢，局长，我想请问一下，女人都希望自己变得很漂亮，可以回春，可以冻龄，所以你会推荐他们在地的美食叫做鹿竹番茄。好，掌声鼓励鼓励，请翻牌。鹿竹番茄，好，这个鹿竹番茄呢，我们这个产量也是全国之最啦，不管是色泽、风味啊、口型、外观、口感，都是全台数一数二，而且还可以抗癌、抗氧化，还有呢这个养颜美容、减肥的女性朋友们也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哦，自己也很喜欢。再来呢，最后我们想请问一下总干事，要为我们推荐的这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水果之王，我称它为解毒之王。来，请告诉我们你推荐的美食是燕巢珍珠芭乐。燕巢珍珠芭乐，请翻牌。OK， 维他命 C 非常的高，还可以消水肿，而且呢稳定血压，远近驰名。吃一个芭乐可以解18根香肠所产生的亚硝酸盐。所以呢，它的热量也很低，我自己也是十分的推荐。如果女生要美白，维生素 C 一定要补充。所以芭乐跟番茄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好朋友，随身都可以携带，当成早餐、中餐、午餐都很推荐哦。好，大家可以看到这四个不同的名产呢，也是我们当天在这个补给站的给选手的一些特殊的补给。等一下倒数3、2、1之后呢，我们就会邀请我们这四位呢，把我们的举牌直接插上轻轨，由轻轨呢载着他们出发了，要告诉大家有这么多好吃的名产，一起出动了哈！好，准备好了没？我们先向左边站一步，然后右边插卡，这样子好不好？对 ，OK， 好，准备好了哈！现场所有的朋友跟我一起来倒数，3、2、1，请启动在地美食补给列车，掌声鼓励鼓励。我们旁边请靠近，请靠近。然后这四位做一个推荐的手势，推荐的手势就是也是欢迎大家来品尝，对，欢迎大家来品尝。好，左手，左手，左手，对，局长左手，对，对，好，来看向前方，开心的笑容。2016年2月21号呢，高雄国际马拉松，这么多在地的美食，结合运动，结合观光，一定要来参加。好，掌声鼓励鼓励，请留步哦，请留步。16高雄国际马拉松，一起说。